后面那个叫做什么杯？闭气杯。对啊。乌龟翘，那我们闭气，闭气开，眼睛都闭闭，嘴巴闭闭，闭闭，闭气，闭气开。开一个。闭气，闭气。靠鼻孔。哎，等一下啦，能开一个吗？对。你刚刚示范了两个，开了两个。真的假的？你再试一次，闭气，闭气开。来，嘴巴也开了两个。本节目由雀巢力摄氏稳优糖尿病适用配方冠名赞助播出。